If it moves for me, as in the group, and no one thinks dark as I think now. So I'm at.这些僧侣们，因为没有更好的媒介啊，他们用的这一种方式也一样可以与神灵沟通。这就是在早期的僧人里面，他们会特别注意到的，尤其是这个红点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地方就是整个温度里面最高的一个环节。僧人长期透过鼻孔。接的不保留吸入他的肺部，为的就是与神灵有一个良好的讯号的连接。